南山的在家北南慈幻篇，和尚慈悲，诸位比丘大德，尼斯大姐，沙弥，居士，大家早安。阿弥陀佛。请放掌。今天是我们贝兰痴幻篇只有一堂课，也是吉祥安吉课程圆满日。那么佛陀为我们弟子所制的戒，这个戒就是无上菩提本。在菩萨戒当中呢，讲到这个戒，就概括了所有菩萨道当中呢所应做的所谓的自利、利他两方面的功德。那么也就是我们修菩提道当中呢所有的完全的功德，所以叫戒为无上菩提本。那么菩萨戒当中所讲的三句境界，色律仪、色善法、饶益有情。色律仪、色律仪戒就是断恶七种的别解脱戒。色善法呢，就是八万四千法门。色众生戒就是慈悲喜舍化集众生，就概括了整个菩提道当中所做的功德。所以因此这个戒就是佛的法身，就是佛陀的报身，就是佛陀的应化身。舍利仪断恶圆满成就法身呢，七种的别解脱戒，所谓的不杀盗淫妄种种的，所成就的是什么呢？清净心。清净心是法身的体，叫清净法身佛。我们要没有这个法身，就不能够成就报身，也没有应化身的作用了。法身是体，报化恶身是作用，要从体起用。所以从三界境界的角度来讲，舍利仪显得非常的要紧。断恶，因此呢，七种的别解脱戒没有其他的，就是菩萨的三界境界的舍利仪法身德啊，发生的。所以戒不可以轻视戒法，戒是我们修道人的完全呢，有体才有用，所以最初要得到体，断一切恶，无恶不断。佛陀所讲的叫做圣人量，叫做真理，没有商量的余地。学佛要相信佛语，我们之前讲的要以佛语为真实为正确，你是向佛学习啊，依法不依人。谁讲的跟佛陀所讲的真理乖违，就是错的，就是错的。所以啊，我们要肯定啊，佛陀所讲的观佛功德啊，要深信佛语。好，佛记住无量的功德，不是凡夫啊，圣者大圣。所以我们当佛弟子，我们要好好的信受佛语，那就非常的殊胜。所以戒法
计划的学习，我们要深入，要能够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应用呢，不要感觉难，都是本性当中的不杀生、不偷盗等等，都是我们的本性啊，清净心。现在呀，轮回当中呢，太多的杂染了，不好好持戒，怎么恢复清净心呢？以清净心呢修一些善法，那就成就了。所以色善法界当中呢，还要以色力为基础，恶不断，善是有杂染的，度化众生呢也不可能啊。所以我们呢要从这个地方入手，世尊给我们建立的次第就是戒定慧，欧祖开示啊，所有的话即戒即定即慧，一而三，三而一，要这样的观念，不要呢要抹煞这个戒啊，我们就学习的经论了，不是这样的，道理也不是如此的，所以这个戒法的学习啊之后，我们常得正念，这很要紧。常得正念呢，端正我们的心，这样修道啊，就能有所成就。所以戒法太要紧，也太殊胜的，它是佛法的全部。舍利一戒，舍善法戒，饶益有情戒，就包含所有的法在里头，菩萨道当中所应该做的福德跟智慧这两种圆满的，就是佛陀了，大圣的佛陀。好，那么我们呢言归正传呢，我们看着213页，213页呢，我们倒数第八行的地方，第八行中间，就这雷难中，以毗尼自教，随顺师弟，从前建立，不可恨以真理而滥俗事，以化就当相，自是建立，故云不应求等。那么在前面呢，引大智度论的文里头，它分成了两个大段落。在第一个段落当中呢，叫耶义是通，里头又分成三个意义，这一处从假名实而来解释，第二个意义随世俗地来解释，第三个意义耶护持正法来加以解释。那这是第一大段当中分成三点的意义，接着第二大段就是遮来难，遮其来难，就佛世尊解诸戒，不应求有何名字相应不相应等。佛陀世尊呢，依世俗地啊，结成种种的戒条。那这偈文当中呢，就说了，这来难中以毗尼自教，随顺师弟，从前建立。说呢，毗尼这个自教戒法，又叫做自教，也叫做行教，要我们弟子去奉行的。那么自教当中呢，戒法是随顺世俗地，从权从方便而来建立的。真实义当中呢，一法不可得，方便当中就有可言说呢，有是有非，有善有恶，有因有果，
啊，有这一些的差别相啊。所以说，从前建立啊，不可恨以真理而滥俗事。啊，真理底下那个逗号把它去掉哈、啊。所以呢，不可以恨以啊真理而滥这个俗事啊，不能够呢不合时宜的用真理的道理呀、啊、而来滥那个俗地的事项。为什么呢？因为以化就当相，智是建立。化教当中啊，就是当初我相、法相啊，一法不可得的。啊、哦，要是有相，都是虚妄的，都是虚妄。我相也是虚妄，法相也是虚妄的。这是讲圣义地真谛当中所讲的化教里头所要诠释的。而呢，智教呢是建立，它要建立啊世俗地当中呢一个井然有序的不乖违因果。这缘起当中呢是讲因果的，啊，有善有恶，我们才肯断恶修善。那这当中呢，所以说，故云不应求等。而不应该求当中呢，有何名字，有何真实，何者相应，何者不相应，何者是法如是相，何者是法不如是相，哈、哦，不应该求这一些的。接着底下，知持是云，好，又一段呢，知持记解释说呢，次难中。论闻前言，如来未除邪见，不言迦罗说三摩耶，为以经中多说假实，如上引律，乃说实实，亦有相违，故以为难。次难中就是啊，这一颗这几难难当中啊，那么论闻前面说到啊，在大智度论的前面的文有这么说，如来世尊呢为出去啊邪见啊，凡夫啊外道呢啊着有啊记藏，所以啊不言迦罗，迦罗就是实时，时间是真实的啊，而先说呢三摩耶，不讲时间是真实啊，讲时间是假实，三摩耶是假实，假名安立的假名实、嗯、为一经中都说假实，意思是说呢，其他的经典当中呢大多是先说啊假名实，假名的时间呢、啊哦、而呢如上头所引的例文乃是说实时哦，有真实的时间呢，有时有非时、哦、有这样的差别、哦、亦有相违、啊、在义理上、啊、有互相乖违的情形、故以为难，因此、啊、以这个作为难问。答中为二，回答当中分为两段、啊、错迷明毗尼说实义，上记正事，以下显义，为毗尼不许白衣外道闻，故可说实时，以道众自知非时，不生邪之故。那前面呢回答当中分成两段呢，最初我已说世界名字法有非时，如不应滥。意识毗尼中啊，结界法是世间中实有，为众人何则故？啊，亦复佛法，十九存定佛弟子离法故。这是呢，说明毗尼说时，啊，毗尼戒法当中讲时间是真实的用意。上一句是正式。我已说世界名字法有非实、啊、那么以下、啊、那么这个以下呢，哦，以下啊，错了、哦、讲到前面去了、哦、
说若尔因何但说假名时，回答是时时毗尼中说。好、哦，那这一句，好、哦，这是讲这个毗尼说时义当中，上句是正式来解释。真实的时间是真实的，是在毗尼当中偈瓦里头所讲的啊、哦。那以下是以白衣外道不得闻啊、哦，这底下是第二段显义，显示他的意思啊。为什么在毗尼当中来讲呢？底下说，为意思是说，毗尼不喜白衣外道闻，毗尼就立障啊。立障呢，不允许白衣外道啊来听闻、来阅读啊，阅读也是属于闻的啊。故可说时时，所以啊，可以先说时时，时间是真实的。以道众自知，非是不生邪之故。因为啊，出家众了知佛法世尊所说的道理呀、啊，自然了知这时间不是真实的法。所以世尊在戒法当中分别有时有非时，讲时间是真实的，不生起偏邪的执着、哦、不生起偏邪的执着。收下、嗯、收下呢，受假名时以通多分故、哦、这是其实一个段落，名已经收假意，说明其他的经典呢，经典里头先说呢假名时它的用意，通多分者道所俱可闻故。通多分的情形意思啊，就是说出家跟在家众都可以听闻的缘故、哦、那不像啊戒法密藏啊，就提前出家众啊来学习、哦，在家呢他不可以随便翻阅立藏的、嗯、好，这是第一段这个知义里头的第一段。接着底下，世朝信今有妄邪大乘者，都贪着非时时，不具引戒之。恒世朝接着又说，今有现在有希望呢混乱，一头是学习大乘佛法的人啊，混乱了、啊、大多呢贪着于非时但时的情形啊，过中呢啊还是用东西的，所以记住引出来劝戒，来劝戒他。知此是因，以邪愚者持己贪嗜，烂为大乘无时非时啊、哦。那个大乘呢，底下那个逗号，嗯，把它去掉啊。烂、哦、为大乘呢，无时非时，故今还引大论呢，以戒邪子。所以呢，因为啊，邪愚者，邪愚呀、啊，学大乘矣。啊，就没有实修的啊，但是嘴里面这么讲哈，持己贪嗜啊，羞耻自己，过中呢还吃这一些饮食的，那就混乱呢、啊。说啊，大乘当中呢，一切法都是缘起性空的，没有真实的法，没有所谓的时日跟非时啊，啊，这是不可得的啊，不可得。所以现在呢，还引大论，还是呢引用啊大智度论，龙树菩萨的开示呢，而来教戒啊偏邪的这一种执着。嗯、诸法实相当中呢、啊，包含圣义地跟世俗地啊，不是一路上，但是空而已啊，包含了两种啊。圣义地跟世俗地。接着第二项，幻想。幻想中分为二者，一内缘，二随事。第一支内缘，内出这个幻缘来。世朝云，世朝云，四缘，一是非时，二非时想，三时时，
是因缘幻。恒实草见23第49页啊，说这一条戒啊，记住誓言成就与幻的情形。第一是非时啊，过中呢啊，已经过中了。第二呢，非时想，心里也知道啊，是非时，有非时的想心啊。再来第三呢，时时。食食就是说呢，食用食当中的饮食，这个食后面会解释哈，就是冥想出到日中这段时间，好，那么这段时间所吃的饮食叫食食，好，就食用食中的饮食，不是非食将有病的因缘，不是的哈，是食食。第三呢，咽咽患哈，吞一口。吞一口都结一个罪，接着呢，第二者随时，随时，是朝也立时者冥想出乃至日中，非时者从日中乃至冥想为出，升起日正中时，名时非时，若时亦幻。时过如一瞬一化，时者正幻。那恒实草说呢，立云我们四论立当中讲到时者，时的意思就是冥想出乃至到日中这一段时间叫做时，时也就是合乎于饮食的时候叫食啊，非食者，非食的意思啊，从日中乃至到隔天冥想未出这一段呢叫非食，就不是啊食用的时间啊，不是受用饮食的时间叫非食。那升起力当中说到日正中时，名时非时，日正中啊，用一根竹竿插在啊太阳底下，没有看到影子，好、哦，没有影子，那个叫日正中时，叫时非时，介于两者之间呢，啊，东西两边呢都看不到影子了。若时亦幻，假使这个时间点吃到这个时间点哈，也要结幻的。就是我们讲，好，今天过个时间11:55，哈、哦，吃到了55分的还有两秒继续吃，吃到两秒，哈、哦，一秒也不剩了，这个就要结幻，啊、哦，要结幻的。时过如一瞬，一眨眼，一眨眼是讲时间，一点点，一眨眼的时间过了。一法是讲那个影子，讲影子，啊、哦，就是时间一眨眼或者影子在底，这个、太阳底下的竹竿啊，那、哦、稍稍偏了，偏西的东边呢，一点点的影子出现了。就是过中了，这叫过中，食者正患，吃的话正患了。所以啊，用餐呢，我们呢就要提前，哦，提前，我们呢要知道后面会讲到的，因为我们不单单吃饱。好，时间呢没过就好，你还有一种空档时间呢，因为你还要漱口，你嘴巴里面还有油，还有油哦，而你要万一啊起来，你口水太多了，你吞口水就要犯了，你还没有漱口哦，过重了吞口水要犯的，所以啊，就我们要提前，
万一啊时间啊太匆促了，那你就要忍着，不能吞口水啊，哦，起身啊赶快去漱口，去漱口，最少要这样先漱口啊，尽量啊就能够顺便刷牙，哦。所以不单单我们出家做要这样做，在家居士受八关斋戒啊都要这样做的，要有刷牙漱口的习惯。平常的时候学佛我们就要养成这个习惯，在家人吃饱起来，你看他嘴巴还在动啊，跟人家讲话嘴巴也在动，为什么？里面有菜渣，吐掉太可惜了，统统吃下去了，以戒佛的角度来讲，这个都要换戒的。所以啊学佛我们要常得正念，可不可要很清楚，要很清楚。接着底下呢，知此是因，因自终者，此名即现，实必终现。讲到啊，到了日中，从名相出乃至日中，讲到日中乃至日中，这是说明时间的极限。而我们呢食用呢必定在日中之前要结束的，那是讲时间的极限到日中这一段时间，但是你正式你吃呢要在中前，日中前就要结束了，底下讲了正中易患了，日正中你吃到那个点也要结患的，故知受食必在中前。所以我们了知啊受食受用饮食啊，你用餐呢、啊、必定在日中前要用完，要结束要用完的。经中时时乃当陈事，古德卯斋护之米吉，有闻诸佛日中时便为中前非法，盖不知教也。那经中时时受用饮食的时间叫时时，乃当晨事，这个晨就是早上的七点到九点，事呢就是这个九点到十一点这段时间。那我们呢都十点三十五打板，基本上啊十点五十五以前就开始用餐了，那古德卯斋啊，古德卯这个卯时啊就是早上的五点到七点用这个早斋，用早斋这段时间，这段时间呢这个就养生来讲哈，中医啊五点到七到七点这个卯时是小肠经，经络啊是走小肠经，刚好你吃早餐呢、啊、它的吸收是最好的，吸收是最好，这也是很符合啊这个中医的理念的，但是呢五点到七点呢就是要冥想出来，冥想出这用早餐的时间，护持米吉啊守护啊、非时时啊就更为急切了，就冥想出之后，那有闻诸佛日中时便为中前非法，有人听到啊说诸佛是日中时，他就认为中前受食就是非法，就是望闻生意，望闻生意，世尊是日中一时，日中一时而不是日中才吃，中前受食都是非法，不是这样啊，这个望闻生意，盖不知教也，盖因呢不知这个戒法，是日中前一时，不是日中才吃，不是这样。那么底下呢弘公的这个案语说呢，日中之意如护路冲，日中考伟明，日中的意义啊如护路当中日中考仔细的说明，
那么以前古德对这个日中呢非常重视，还有日中考。而我们现在啊，因为科技发达，有卫星，哦，有卫星定位啊，基本上啊都是非常准，一秒也不差的，哦，那是更准了。所以我们现在查的方法，在网络上非常简单呢，非常简单，哦。那我们历上啊，有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要过夜依对方的时间，当天回来可以依出发点的时间。佛在世的时候没有这个卫星啊，哦，所以只能够用这样来做一种迟缓的标准。那现在呢，坐飞机呢，坐飞机你到了某一个点呢，都有卫星呢跟着走，那个当地的时间都有，哦，都有的。所以就可以依那个当地的时间，你看太阳出了，哦，要是早上的话，你也可以吃，因为太阳出了，好，哦，太阳出了，最主要是这样，哦，所以啊，跟以往不太一样了，也可以应用现在的这个科技，哈，哦。前类言中，因失时者，如书抄所谓豆、谷、如糯。饼果饭菜及米汁粉汁等，所以呢，前面类言当中呢，因食食者，第三个言叫食食，食中所用的饮食，好，哦，如书抄所谓借本书横实抄当中所讲的豆、谷啊，哦，五谷杂粮呢，如。还有糯、饼干、水果、饭，还有菜，以及米汁、粉汁等等的很多啦。好，哦，我们平常吃的这些东西呀，啊，都是属于啊早上冥想出到日中前所用的，叫食食，嗯。所以底下讲，从冥想出至于日中，圣教所许，故名食食。挥使不喜万苦。从冥想出乃至于，啊，到日中，这是圣教当中呢所允许的，戒法里头所允许，哦，可以吃的，所以称作食食，就食则食当中呢所食用的饮食。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挥使日中乃至于隔天冥想未出，这挥使这些东西呀，啊，是不可以啊，不允许希望的来服用的啊，不可以。那清晨之果汁及蜜等，并一切咸苦辛甘不能为食之药，如胡椒、黄芪等，以上三类不明食食，故有病者依水喝喝。挥使开腹。假使是呢，这个清晨的果汁叫挥食浆，以及蜜等啊，蜜食蜜、酥油这一些等啊，等于这一些啊是气滞药的啊，并一切的咸苦辛甘六味啊啊，不认为食，不堪认作为平常食用的这一些的药，如同。胡椒啊，黄芪啊，哦，姜啊，哦，盐巴也是一样的，哦，盐巴也是 不能吃多了，哦，那盐巴有用的时候，哦，它也是属于禁忌说药的，可以加法，哦，是中药的高丹丸散，哦，那就禁忌说药。以上三类，上头所列出三类的药，历上当中所讲挥食浆、气滞药、进行受药，哦，不明食食，不称作食食，哦，意思是说，啊，在平常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吃的，它是有病了，啊，通挥食食用的。所以底下讲若有病者依水喝喝，挥食开腹，哦，这一些的东西可以通下午来用，但是呢它的条件叫有病，有病，哦，如果有病的时候
要以水赫赫哦，要以水赫赫，所以啊，清晨的果汁，纯果汁，你要喝水，要滴一滴两滴的水，要滴净的。蜜也一样啊，蜂蜜，油这些啊，要喝水，滴点水，要喝水来服用的。所以不能够说下午之后说巧克力这些的固体的东西啊，五百问论当中也讲到啊，这一些固体的东西啊，非食啊，不可以入口所以要喝水，要喝水的那灰食开服，灰食啊，日中之后呢开始服用，有病的时候，有病的时候所以这一些呢，三种呢是有病才可以吃哦。你不能说问啊，师父啊，我吃八关斋戒啊，我灰食过午的时候可以吃什么？我说什么都不能吃，什么都不能吃。你本来就吃八关斋戒啊，就本来不能吃，是有病啊才开始服用这一些啊，所列出来的灰食浆、吃药、蜜啊、蜜水、糖水等等的，还有进行说药、西药、中药这一些可以，但有病啊，有病条件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观念错误了，认为好像这一些都可以吃的本来就是过充不食的，过充不食那有病的时候开始服用。我们出家众当然要加华，在家居士啊，没有所谓的加华，没有这个也不用人家要好像授给你，也不用。这一些药体呀，这三种药，那药体是如法的，在家居士就可以服用，喝水有病喝水服用。接着四草银五百问云，食以用羊脂若灰漱口。就讲到我们呢吃饭之后的护净啊要护持我们的戒法。恒世朝当中说呢，五百问论里头讲到食以，我们呢午斋早斋也应该有这个习惯呢、我们早斋用完也是要漱口刷牙，漱口刷牙那午斋就关系到戒法了，所以午斋食以要用羊脂，羊脂啊，我们到印度去我们都看到了羊脂叫纳木纳木它是碱性的碱成一只一只的或在世的时候吃完饭呢就用那个把那一些清理那个菜渣等等清理干净顺便咬一咬绝羊脂咬一咬，它是碱性的，碱性它可以固齿牙齿会比较坚固，再来可以明目，可以去痰，它羊脂有五个作用五个作用就是纳木，纳木现在科技比较好所以印度现在做那个纳木牙膏纳木牙膏有买回来用算是很好用很好洗那还有灰或者是灰，灰就像我们现在的牙粉牙粉来漱口漱口，平常要养成习惯用完餐就是要漱口要刷牙吃八关斋戒的时候呢，如果中餐用完呢没有漱口刷牙，你过中呢吞口水要换的，要换下品罪的牙缝里面呢有米粒有菜渣吞下去你要换灰石石的，所以这个都要平常养成习惯，养成习惯这样才好。你说要漱口了，早餐呢说要漱口，等一下你要诵经才干净不然你诵经你念佛，这嘴巴里面都有油腻有菜渣等，都是不清净的，不清净。接着呢，四朝云利不患者，若作黑石蜜厚米作，有病者主脉令皮不破，入之云。若喉中眼出还咽不患，善解出喉还咽患。
恒实召集者又受立中啊讲开颜不换的情形，假使是做黑石蜜啊，做黑石蜜啊褐米和合米来做的啊，跟糯米合在一起做成啊，所以它呢很硬，叫像石头一样叫黑石蜜啊，它的做法就是这样，所以有病啊过中开始服用不换的啊，里面有米啊，那有病则令啊主脉令脾不破，入之也。有病的话，主脉、主动，哦，这一些啊，五谷杂粮呢，哦，你去煮，但是呢，底下讲，使令脾不破才可以。哦，脾要破了，汁就浊了，那就属于早上用的，过中不可以服用。将脾不破，然后呢，过滤这个汁，把它过滤一下。来饮用，因为清晨的缘故啊，它也不换的。就像断食，断食的护食最初有时候喝糙米水，糙米水哈、哦、一样，煮一下，哦，它有一些矿物质，脾不能破，这样去饮用啊、哦，这个开始哈、哦。若火从眼出。咽喉当中呢，眼出眼就是呕吐，哦，吐出，还眼不换，嗯，又吞下去不换，那我们就会想，吐出来，吞下去不就换了吗？所以这个例文呢不是很清楚，底下引善见论呢、啊、来判决那个例文的幻象，善见呢出喉还眼换，出喉咙了到嘴巴了。再吞下去就要换，所以前面呢不换呢，是我们有经验呢、啊，哦，有时你打嗝，东西跑到喉咙，没有到嘴巴，到在喉咙当中吞下去不换，啊、哦、不换，要是到喉到这个嘴巴呢，已经到嘴巴，你吞下去就换回事实。接着，支持是言。黑石蜜者，古既云：用蔗糖和糯米煎成，其坚如石，虽坚实石，过中开腹。黑石蜜的情形，古既当中说到，它是用蔗糖跟糯米来煎成的。哦，煎到这边，所有的水分通通没有了，坚硬啊，如同石头一样，叫黑石蜜。当中呢，虽然煎带有石屎泥嘛，泥是石中的饮食啊，哦，煎带有米，因为做法当中本来就是这样的，哦，所以啊，过中过日中之后有病开腹不换的。嗯，再来呢，有病开麦汁者，以清晨故，有病呢开始饮用麦汁的情形，使令脾不破。清晨呢、啊，啊，所以不换。言呢，因言呕吐也，开闻不贤，故引论觉之。嗯，言发音呢就是言，好、哦，就呕吐的意思，啊、像打嗝啊，啊，打嗝。嗯，那开闻不贤，啊，开言的闻说呢，吞下去不换。吞咽下去不换，不明显呢、啊？到底它的分歧是怎么样呢？所以引善见论，哦，所讲的来觉知，来疏通，啊、哦，判定它。又者，五荤律当中讲到了过中有因缘呢，啊，需要尝食的时候可以，啊、哦，但是不能吞下去。有那个因缘哈，有因缘，那可以尝食，但是不可以吞。过中，尝食就是啊，去尝一下那个饮食啊，啊是咸啊、淡等等的啦，但是要吐掉，吐掉哈、嗯。再来，四草饮升起一切豆谷脉，主之头不作破折之之。恒实草卷37页，
引申经当中说到，一切的豆、谷、麦、五谷、杂粮啊，那组织足呢，那个头不着，这个着在申经里的本文就是折，把东西折断的折啊，头不着破，就头没有破了，意思就是这样啊，没有折破的情形，它的枝啊，可以啊，会是开始服用的啊。那支持是因，支持去解释说呢，豆等头不破则若破，非时不得饮啊。豆等呢，五谷杂粮足，这个头不破的情形，也就是说，假使破了，这个枝呢就比较浊了，灰石当中呢就不可以饮用的哦，它属于这个食中的饮食。接着呢，洪公的案语说呢，准此灰石开饮不为麦汁呢，兼及豆谷组织吸皮不破，露之清晨病者开饮，若皮为破，汁少溶浊，即属实实甚至准此。根据这个道理，灰石开始饮用的不单单只是啊麦子，也煎带啊以及豆谷这些五谷杂粮，你煮了之后必须啊那个皮不可以破啊，然后呢过滤这个汁，因为清晨的缘故啊，病者开饮，有病的时候开始饮用的。假使皮啊稍息有一点破了啊，稍微有一点破，汁呢稍微啊浓浊了，这样呢就属于食食食中的饮食啊，早上吃的非食就不可以饮用的啊，甚至要我们谨慎啊，有病啊才开始非食饮啊，无病不可以随意来饮用的啊。所以啊，在长爪范志啊请问经里面讲到说，问如何获得四十牙齿鲜白齐平呢啊，回答由前身远离非食饮啖诸食。这问的意思啊，说怎么样能够得到啊像佛陀三十二相当中的四十颗牙齿鲜白齐平啊。诸位看看我们自己的牙齿齁，我们都不是鲜白齐平齁，参差啊不齐的齁。佛陀是四十颗的牙齿鲜白而且齐平齁。为什么有这样的果报相呢？底下讲它的因呢，由前身呢愿离非食饮啖诸食。远离呢非食当中饮用啊啖食诸多的饮食。所以啊这个有因有果啦，有因有果齁、哦、我们需要功德啊，因啊必须要清净啊，要清净、所以要修清净的因。好，那这一条戒齁、过中时就讲过了齁、接着我们再看着第三节高大床，四朝云立引高如来八子，多论高大稀罕，俗人八戒一同，八子者一尺二寸，箕肘尺一尺六寸，堂尺一尺三寸强。高大床啊，不得坐卧高广大床。恒四朝当中说呢，立引引四分力当中讲到呢，高如来的八子，这个床高是讲这个床的脚的高度啊、入榫头的不算，也不包含呢那个床的横杆，就是属于脚的这个部分的高度啊、脚的高度。高呢如来八子，世尊呢一个指头我们常人的一倍，平常的人一尺大一寸呢、佛陀的指头一指是两寸，两寸高
八尺，那就是一尺六寸啊、哦。那红宫后面有一个呢，这个周子考哈、哦，那就是属于啊这个23.1公分，叫23.1公分一尺。那因为我们现在来讲叫37公分左右哈、哦，这高度不可以过这个树木。多论当中讲到了高大稀幻，高或者大，大就是广呢、啊哦，高或者广两种，其中一种过量就要截幻的哦。十人的八关斋戒啊，是八关斋戒也是相同的，不可坐卧高广大床哈、哦，一样的，跟出家众呢幻象是相同的。八尺者，一指二寸。佛陀的一指有二寸呢，箕肘尺，箕肘啊，就是周朝的尺，箕啊是它的姓哈、哦。那么一尺六寸，唐尺是一尺三寸强啊、哦，等于啊唐尺的一尺三寸强，强寸多。唐朝的尺比箕肘的尺还大一点啊，大一点。好，接着我们再看着底下的支持是引抽引力适量，多论明广啊，高广即是大，即是广，高量如下，广者准业手方三足者不合作，五尺四寸。说文又引欧韩八种盛状，既不合身，金银牙角原是故胜，佛师父母从人故胜。那么支持记解释呢，这个超文分成两段呢、啊，最初引本力释文力啊，来指是高的量。多论当中呢，说明高跟广都是自定的，只要一种过量都会换的、哦、大也就是广的意思，高的量呢如同底下所说明的，而广的量呢根据啊这个业书，就是结摩书讲到，方三轴者不合作，方就是广、三轴，一轴是一尺八寸，三轴就是五尺四，就是注文当中所讲的五尺四寸、哦、不合作。那五尺四寸呢，就是5.4×23.1，就是124公分多一点点哈，124.74哈，等于124公分哈。哦，书文呢又引了欧韩经当中说到，有八种书圣的床，既不合身，都不合坐上去的、哦、用金呢，用银，用牙，用角来掩饰的、哦、这一些的床座、哦、那都不合坐的，从金银牙角掩饰、哦、所以讲圣床。那佛陀或者师长或者父亲母亲所做的、哦、从人这一方面来讲，它是叫圣床、高圣床上坐、在家居士受八关斋戒的时候呢是这样、哦、这个父母他出家了、哦、就讲了那个佛陀跟师长做的，我们不合、哦、不合去做的、再来八指下，这八尺者之下是第二段，这个定尺数，定啊，定这个尺，尺的这个数多大？那周一尺二寸为唐一尺，唐朝的比较大，唐朝一尺就是周朝一尺二寸，多了两寸了。那这样啊，唐朝的一尺等于周尺一尺二寸呢、啊，那一尺六就剩下四寸，所以底下讲，其余四寸呢、啊，以三寸六分为三寸。
叫三倍哈、哦，三乘六分就是唐朝的三乘哈、哦，三乘就是一乘二分等于它唐朝的一乘，所以三乘六分等于唐朝的三乘，一亿四分在，还剩下的四分，故云强也。所以文当中讲到，一尺六等于唐尺的一尺三寸强，强是多一点，剩下有四分，有四分哈、哦。床者凡坐卧诸床皆属之，这个床的意思啊，凡是坐或者是来卧的，是坐或者卧的种种的床啊，或者机啊，啊、哦，都是属于这个床。所以历史上有讲浴床，洗澡的时候所坐的，在坐的洗澡的叫浴床，啊，其实它就是一个凳子哈、哦。床除用佛指量，佛指者每一指即周尺二寸的，啊，床足的高，指的床脚的高度，用佛陀的指量，就八指，佛指。啊，佛指者，佛指的量呢？每一指髻啊，周尺就是两寸，啊，两寸。那或断超文开支角木，用人指量，人指者，每一指髻周尺一寸。佛陀在世啊，就是我们常人的一倍高，所以啊，指头也是我们常人的一倍，啊，一倍。那后段当中呢，后段的抄文里头啊，开洗这个支脚木，就是湿的地方啊，可以垫那个床脚的木头哦。那高度啊是八寸啊，啊八寸，是用平常的啊八指的哈、哦，用人就用一般人的这个指量哦，一般人的指手指的量啊。每一指即周指一寸，嗯，所以那个支脚木啊，八指啊，就是八寸高，八寸高。嗯，周尺体量如户禄中周尺考为名，啊，周尺的体量如户禄当中周尺考为名哦，就306页，306页啊、哦。那洪公啊列出了很多当时所应用的尺，啊、哦。那在306页呢，这一支的尺他就讲到哦，这一支就是讲的就是周尺，306页的第二支的尺哈、哦，汉隶螭，这个念螭啊、哦，汉隶螭铜尺，他里头就讲啊，洪公说呢阮文达公呢为此尺以周尺铜。这一根尺呢，汉朝的哦，隶螭铜尺，嗯，跟周尺相同的，相同。这近今考古家呢，都以此为周尺，以这一支为周尺。汉朝啊、哦，隋朝都是引用周朝的哦。乃至唐朝也引用了、啊，唐朝就是两种、哦、唐朝时也有改变、哦、但是两种都用了，都用。它、嗯、啊量起来就是23公分哦。假使我们最初在印的时候呢，没有特别注意，可能也会跑掉一点的哈、哦。嗯，就23.1啊，这个数目，这个数目哈、哦。好，接着我们再翻过来。心中隐立隐，除入闭孔上，未入孔神头，不在数也。玄宗记当中说到立隐，我们书立当中讲到，除入于闭孔上的不算，意思是说入孔神头。入孔的榫头不算在数目之内，这个一尺六寸之内不算在这里头、哦、因为古代啊就是用做榫的、哦、做榫不是像现在钉的、哦、
用钉子钉，以前都是做榫头的，哦，入榫头的不算，就是实际的那个脚的高度，脚的高度哈，哦。再来，四朝云身及落下之处，用八指木支脚得，上开支脚木，用人八指亮，准持下施处之床者，应开得在上礼佛，若至高者不合也。神奇当中说，若地下潮湿的地方用了八指木，好，八指木，八指就长人一指一寸，就八寸的木头来支脚，就是垫那个床脚，潮湿吗？哦，你久了那个床脚可能会烂掉坏掉了，哦，所以把它垫高起来可以的，哦，可以。上开支脚木，上头开席这个支脚的垫脚的木头，用人八指量，用常人平常的人八指的量就是八寸。准此呢下施处啊，根据啊这个道理，地下潮湿的地方啊支床，就垫那个床脚的话呢，应开得在上礼佛，应该开始可以在上头来礼佛，哦，啊，这个床不是在我们睡觉的床了，啊，这个床就是凳子了，就是拜凳啦，啊，我们平常现在用的那个拜椅拜凳，哦，若支高者不合，哦，垫得太高超过八寸了就不合了。底下呢，支持是云，支持自己解释说呢，支为成戒之物，啊，成戒就是垫的这个东西啊，用木头来垫。著名礼佛，作文当中呢说明礼佛四都储藏，可开十处，一处不得。这世人大多呢储藏啊，储藏床呢就是拜凳啊，用拜凳来拜佛，但是呢可以开启是潮湿的地方，其他呢地方不是潮湿的是不可以啊。又指八寸不得更高，又垫高啊只可以啊八寸，不可以啊超过八寸的啊。洪公的注文当中说呢，说呢礼佛四都储藏者，今称为拜凳也，那个床就现在称作了叫拜凳啊，拜凳。那高圣床我们出外啊，好，就随缘啊，在地上啊开席外出啊随缘，不可以要求主人你把床脚锯一锯，哦，床太宽了把床锯一锯啊，不可以，哦，就是随缘，哦，啊，自己在受持的家里面呢，啊，或者我们在道场呢，啊，我们都应该，哦，能够标准的，嗯。再来第四节延伸，延伸呢第四条就是不可以啊，香花蔓香油涂身，哦，底下支持云稀土以花结蔓灌手，即用香油涂身以为美事，此方稀土代配花英紫粉涂面等。说呢，印度稀土用这个花把它串起来结成花蔓，然后呢灌手啊，戴在头上，哦，东南亚，哦，啊，这个都有那个习惯性，哦，以及啊用香油来涂抹身体，以此作为一种美好的这个装饰，哦，所以这一些不可以用，啊，受戒的时候八关斋戒不可以这样做，哦，此方我们中华这个地方风俗习惯不同呢，哦，所以啊要是受持八关斋戒啊，在家居士受八关斋戒啊，要除去佩戴啊，戴佩就是佩戴啊，香花璎珞啊项链啊，哦，这些特别的东西啊，哦，还有啊紫粉涂面化妆，哦，等等的啊，哦，净身的时候要用没有香味的肥皂，冬天呢，啊，皮肤要有龟裂啊，有菌类的情形，要用油也是一样啊，没有香味的，哦，
要穿着啊朴素的衣服说斋戒嘛，要注意这些事情。好，接着第五节歌舞，则不歌舞唱妓，即以故往观听。这条戒，不唱歌啊跳舞还有唱妓。故往观听啊，故就有心啊，有心前往去观看或者听闻，所以说呢，要是道路经过的不刻意去看啊，也不刻意听啊，是不会换的哦。唱歌跳舞，我们师父律当中讲到啊，在圣人的法律当中呢，唱歌就好像哭啊，哭一样的哦。跳舞啊，就像疯狂的人呢，这都没违仪的哦。在佛法当中呢，这一些都是妄意的行为哦，妄意的行为不是修道的。亦所以作娼妓者，娼妓业者，娼为排忧，以人为戏弄也；业为金石发音之所作也。妓同男女，即作业者。业所结摩所见是第四十七页，说作娼妓业者，作娼妓业的意思，这个娼排忧，戏剧人呢、说一些啊，滑稽的话，滑稽啊，叫古稽的话，取笑于人的，所以说以人为戏弄。乐呢，就是金石等等八音呢之所作，之所作也。这个妓儿呢，就通于这个男女，就作乐的人，作乐的人。妓言妓解释说呢，金石丝竹刨土革木，谓之八音作尽也。就是讲他那个乐器的材料哈、是用金啊，属于啊金属之类的，像呢铜啊铁所做的哦，我们的钟，石头所做的，或者用丝呢，就像古筝啊。哎嘿呢，一打就有声音哦。竹子就像箫啊、笛啊，吹了就有声音。这个刨呢，刨就是鼓声哦，以刨为奏。土呢，就是用土烧成的，就是像熏呢，上头尖尖，底下是平的，顶上有一个孔呢，就是口这样吹啊，就有声音的哈。用土去做的，革就是皮革，就像平常我们看的鼓打鼓啊、木啊，木头做的很多啦，像我的木椅啊，我们打板呢、用木头哈、位置八音啊、那做就是尽的意思啦，歌舞唱不歌舞唱妓啊，即故往观听哈、这个第前面的第四的延伸跟歌舞啊。因为有时候它是合成一条戒的、在这个地方分开，实际上啊，八关斋戒就是九条戒，就是九条戒、差沙弥律一条戒而已、好，那个文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呢，八关斋戒中体篇的戒法门第六页结摩书当中说到、说记舍论里头讲到，由于饮酒的缘故，就忘失了什么事情可做，什么事情不可做，没有正念的。离旧庄严具啊，就是不是离开旧有的庄严具，假使常所服用的庄严具，不生即罪乱心。就受八关斋戒那一天，不可以再去新买种种的庄严具啊，使令你的心啊就罪乱了，贪着那个东西啊，心就高举了，没办法修道了，障碍的、所以要远离这一些、假使呢这个受用高盛床卧以及歌舞音乐啊，随行仪式破戒不言、高床啊长慢啊，这个唱歌跳舞听音乐啊，就
动我们的凡夫心呢，都是放逸的，所以啊，就破戒不严。假使依食时，早上呢食用受用饮食，而离开先前所惯习的非食而但食的习惯性啊，远离了，哦，就是过中不食，过中不食。那这样呢，你就能够意念哦，我今天受了八关斋戒哦，要赶快用功修行哦，要升起啊，就能够升起愿离世间啊，随顺帮助我们修道啊，种种的心念，这些正念都能够提出来了，哦，就有生善灭恶的功能哦。假使没有第八条的这个不过中时呢，那么生善灭恶的功能都不能够升起，所以过中不食很要紧。非常要紧，哦，由于你能够过中不食，就能够意念今天受持八关斋戒，你的道心就能够升起来，生善灭恶的心能够升起来，这样才能修道的，哦，要没有，平常还是这样，跟平常一样呢，啊，晚上还是吃啊，就忘记了要修行了，忘记要修行了，所以过中不食很要紧，很要紧，哦。那持幻篇呢，啊，到这个地方呢圆满，嗯，感谢呢和尚慈悲亲临指正，还有啊大众啊用心的听课，大家共同来学习这个在家悖然，哦，这个在家悖然是很需要学习的，透过呢认真的学习，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呢改变了很多的习气毛病了，而且啊，对于这个戒法开遮持幻的道理更加清楚了解维系的地方，以帮助我们呢平常的手持应用，戒法必须要生活化，就是要融入生活当中去，断恶修善呢，积功累德，进而能够好好修习念佛法门，求生极乐世界，我们深信切愿呢，多多的称念这一句啊，阿弥陀的万德洪名，将来呀，啊，必定能够蒙阿弥陀的接引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哦，最后呢，恭祝大众法师大德、尼师大姐们、沙弥、居士身心安乐，三学增上，持戒念佛，同生西方，阿弥陀佛。圆满回向。